各位亲爱的伙伴，在2019年到来之际，我代表公司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，祝您和家人新年快乐、平安、幸福。同时，我也要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，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全情投入、辛勤耕耘，和公司一起成就了安利发展的加速度。这是2025战略加速推进的一年，我们深知顾客和人才是安利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，围绕忠实顾客的拓展和优秀人才的培养，伙伴们各显其能，百花齐放，以累累硕果实现了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。这也是安利创业模式加速演进的一年，我们抓住科技腾飞、消费升级的风口，开启了一部手机轻松创、一个兴趣快乐创、一群朋友一起创、简简单单3个亿的安利式创业新模式。这也是我们加速迈进社交电商蓝海的一年，安利微购重磅上线，为伙伴们打开了全新的流量入口，链接起越来越多的新顾客，也让更多新创客在安利轻松起步，快乐前行。展望未来，全球安利人将在新的一年共同庆祝安利60周年的辉煌成就。从亚达城当年的地下室出发，走过一个甲子的辉煌岁月，安利已经成为全球众多创业者热爱的选择，而帮助更多创业者在安利平台上取得成功，是安利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初心。我们将持续加大投入，为新人、为基层伙伴提供更富吸引力的奖励计划和创业环境。我们将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，通过数字化创新中心的设立等举措，不断完善消费者体验，不断为安利创客赋能。我们将持续打造健康、美丽、乐活的安利生活圈，秀出安利生活方式和事业机会之美，吸引更多人走进安利，喜欢安利。各位伙伴，新起点，新征程，安利2.0时代，让我们共同携手御风而行，去创造更美好、更丰盛的未来。